请说。今天是3月26日的晚上9点，是我们待在一号最后一晚，就要坐飞机去，所以还跑来一楼打卡。等一下关灯了，我们还没有打卡。快点！好，换个方向继续录，坐在里面去。你不要碰我的膝盖。你说虽然你跌倒脚受伤，但是还是顺利完成了这次的旅游。对啊，我这次很辛苦。继续还在录啊，讲讲话再打你的卡。玩的什么？玩雪上摩托车跟雪上那是什么车？履带。履带车。应该都是。战车。我觉得两个都是雪上摩，都是冰上摩托车。可是有一个是沙滩车。嗯。就是它可以在沙滩上骑。我们第一个一起坐的那个才真的是冰上摩托车。哦。后面那我觉得是沙滩车，让它在冰上跑。经验蛮好的，我要打卡。